我们真的是要特别感谢他们所付出的辛劳。 见到了很多，就是平时只能在电视里面看到的一个明星，所以也非常那个开心。同时，我觉得，因为今天有很多那种外国的影片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契机。 这部电影之前也是荣获了最佳女主角奖。简短的感谢一下在台上的我这三位同事以及所有。好，请玛丽亚导演发表获奖感言。 It was an accident. Wow,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. This is so. Such a new. Congratulations. Thank you. Thank you so much. Congratulations. 演员呀，不容易。